掠起，将棉仔轮流倒入去两边的鼻孔，冷冷的取样。接下来将棉仔放入去检验水里底辣椒纹，将辣椒纹了后的检验水滴滴的检验卡，照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待了后，检查检验卡显示的线确认结果。若是四线无显示，就是无效检验，爱阁用新的检测套组定做检验。除了使用家用快筛试剂，注意家己的健康状况以外，也提醒大家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，保护家己和身躯边的人。咱关心台北股市的状况，美国股市在顶礼拜五是六千反弹，大盘在电子族群的带领之下，在今天有起起来，一度有收复16000点的关卡。在尾盘，在今天台北股市是小跌68点，收盘是15901点，成交的金额是2389亿。所以有什么看盘重点？咱今晚的高分析师戴新明为大家分析。好。主播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们台北股市今天出现开高走低的一个现象，因为美国股市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都出现强劲的反弹啊，道琼反弹了400多点，纳斯达克反弹了200多点，当我们国内股市呢也跟着反弹，但是今天就比较不好的是出现开高走低，盘中一度上涨了200点啊，来到了16032点啊，很可惜成交量只有2398亿元，成交量不足之后尾盘又稍微下杀下来，所以今天这个指数呢上涨了68点收在15901点，那这指数几乎是等于是台积电贡献的指数，其他的这个类股呢几乎都没有。